战机进入待战空域后，地面指挥引导席位变得紧张和忙碌，雷情态势不断刷新，空地对话此起彼伏。指挥引导员就像是飞行员的三号僚机，虽然我们不能在空中伴飞，但我们可以尽早掌握空中敌情态势，为飞行员接敌提供战术思路，辅助飞行员进行空战决策。出现一组目标，高度9000，航向36度。在指挥引导员的辅助下，飞行员不断挑战极限，奇招频出。后一机就开始一次机动，他又一机动，他又是形成一个这个态势。空中态势回放，飞行参数判读，演练结束后的复盘，火药味十足。体系对抗不再是单纯的空战对抗，地导、雷达、电子对抗等各种装设备都是体系的组成部分，是多种要素融合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战场环境。所以在任务前，我们要做更多的准备，掌握体系中每个要素的特点，争取每分的主动，为打赢空战奠定坚实基础。